颈椎病友联谊会首度在斗六慈济医院举行，在欢呼声中，大家认出这是乔装打扮后的院长简瑞腾。透过这样的病友会，除了颈椎病本身之外，可以邀请相关科系的一些专家，让这些颈友们能够对颈椎病还有其他相关的病友更深一层的了解。手脚酸麻、耳鸣、眩晕、频尿、心悸都有可能是颈椎病所引起，就像慢性偏头痛多是基因导致，虽然无法根治，但能借由肉毒杆菌素控制挥别头痛。就所谓的肉毒杆菌素，实际上它对于疼痛的解除有很好的效果，它在神经末梢有达到疼痛解除的作用。我常跟病人说，我们好像帮你照一个金钟罩，所有的妖魔鬼怪过来都被我们挡住了。来自屏东的林建彤回想当时全身无名的疼痛，除了妇儿科之外，总共看了13科，却一直被当成精神异常治疗。他这种尖的擦个跌的是，这个肩胛头拢会慢捏啊那样，啊，神奇的一刀开了，甲震动筋六年啊，我逐天都快快乐乐咧过日子啊。安尼手也飘到床头顶，感觉有小可酸酸麻麻的，就回来了。物理治疗师以神经松动术教导大家颈椎保健的秘诀，医疗团队期望颈友们透过病友会彼此交心，互相鼓励，一同携手迈向健康。大爱新闻谢金荣、宋炳化云林报道。